说的是真的吗？露露果然没死。露露，我们去叫警察。好，走。哟，好一个姐妹团聚呀、啊！你倒是亲口问问你姐，你姐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她呀，就是个舞女，专门勾引男人赚钱的。姐，她说的是真的吗？姐，你真傻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都怪我，我应该上这个学，你是为了给我赚学费才去当舞女的，都是为了我。秀兰，我不是你姐，你姐已经死了，你不用认我这个姐，你是清清白白的。不，姐，不管你是秀芳还是露露，我永远是你的妹妹。我可以赚钱，姐，我们俩以后好好的生活好不好？秀兰，姐，秀兰，姐，对不起你，秀兰，你这个小贱人，居然敢装死骗我！看我！齐先生，放下枪跟我回去吧。露露小姐，你也跟我回去吧，夫君正等着你。谁也不许把他带走。大贵，大贵，放开我，女人，别碰他，你找死啊你。耿副官，我劝你还是放弃枪吧。露露小姐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小恩不是我们害死的，我只是想跟大贵一起离开，重新开始生活，我不想伤害别人。张老板，那天在不用说吗？我正在跟你喝酒。小姐，你的未婚妻来了。这时候有个伙计跟我说，有人送我一朵白玫瑰，这是我和大贵的暗号。我知道大贵肯定有急事找我。露露，大贵，你怎么来了？